一时想不到 BL 剧有什么传授的点。对，就是他只有就是从我身上就是多吃了一个便当这样子，晚餐晚餐来宵夜宵夜，哎早餐早餐也是早餐也是，对，因为他不吃早餐，我说你不吃，对，那我多拿一份。对啊，为什么那个冬前都不吃早餐？冬就是吃不吃，他一天只吃一餐。但其实就是我现在的状况是，我肚子饿了，我就会吃东西。那很自然而然的起床，早餐也不会饿。中午过后，哎，好像也没有特别饿，就是会有一个时间点，肚子会有饥饿的感觉，那个时候再吃就好。隔壁那个今天吃的是汉堡王跟十块鸡块，真假的？不是还有一个粽子吗？肉粽我只吃了一半，肉粽只吃了一半，因为要有那个脱细物，所以我就没有吃。做足了准备，但是中午对是有吃的汉堡，然后十块鸡一个薯条。